主料面粉150克，辅料油盐肉泥50克，葱末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面揉好，摘成小团，将小面团压扁，擀成薄面片。先在面片上刷一层油，抹上调了盐的肉馅，再撒上葱花，然后卷起来。重复两次，将面饼擀开卷起来，再擀开再卷起来，将卷好的面饼压扁。锅里刷上一层油，将饼入锅，烙至两面金黄即可。切开，怎么样？好香吧？烹饪技巧：重复擀面的次数越多，饼的层数就越多。肉馅可以调咸点，因为面粉里木有放盐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